阿森啊，我哋下一步點做啊？啲官府都有齊啦，咁啊，梗係翻香港咁樣坐喺度熬咩？啲槍啊擺得耐啊，都生鏽噶嘛。喂，講緊小吹一水啫嘛，使咁認真噶嘛？下一步係點？我都未諗到。係咪等出曬貨先算？其實我哋仲爭兩個人。我哋已經有四個人都仲唔夠。今次呢單嘢好大，得我哋幾個，我怕我哋啃唔落。咁啊係嘅，人手多啲，架撐多啲。森哥，批軍火幾時交易？咩事？冇。如果喺度等，我想翻去封建我女人。我想擺低啲錢俾佢。都好嘅。阿居。我都仲未发达，点翻嚟啊？全部身家钱都要抵付，我翻嚟俾人笑咩？森哥，我听日去，后日会翻嚟。好啊，阿权啊，你仲有冇朋友可以用到 A K 四廿七？要信得过，有胆识，身手同你一样咁好。我喺海丰有两个同乡，枪法同身手都唔错。我同佢哋商量下，如果佢哋答应嘅，我带佢翻嚟见你。如果是回來的都不要下廣州，突然之間由海豐下廣州，公安會懷疑，公安難搞過香港的警察很多。我們在這裡蹲了幾天，明天找個其他地方轉一轉。阿森，不如這樣，我們先回香港，如果有權兄弟肯制，找個大飛扔下去，在香港見面做穩陣。好啊。四廿二度啫嘛，啊，大隻長啊！你今次上嚟係咪揾碧富森啊？冇錯，我今次上嚟目的就係要捉碧富森。我哋已經收到指示，我哋已經部署曬。其實我哋嘅公安同埋武警一直監視外境外嘅犯罪分子。我哋唔係淨係識得飲白酒，大家都係行家。坦白咁講，子平同志。碧富森究竟喺邊度？我一早咁查咗，仲有，我仲知道佢咧同一班東北佬傾緊軍火交易，我哋隨時都可以拉到佢。你有興趣參觀我哋嘅行動？點解你唔等到佢哋交易先捉佢哋咧？唔係，我係誇口，只要佢哋係中國大陸境內，我哋都有把握捉到佢哋。担心你一个喺度，知唔知啊？我都系啊，我真系好挂住你啊！你瘦咗好多啊，系咪好辛苦啊？唔辛苦，见到你就唔辛苦。见到你我好开心啊！你喺度觉得点啊？好好，你翻嚟就够噶啦。阿敏啊，嗯，你眯埋眼啊，做咩啊？你眯埋眼，伸只手出嚟。嗯。好靓啊只表，你系边度得嚟噶？唔好问啦。中唔中意啊？
中意送俾我噶？哇，香港真系好啊！有机会我都想去啊！你落去冇几耐啫，又有钱，又有咁靓嘅表。阿敏啊，嗯，我仲要落去。你上次唔系就系话落一次嘅啫嘛？我知道，但系有机会，我梗系想搵多啲钱啦。你唔系同我讲过想开间服装店嘅咩？为我哋嘅前途着想啱啊！子平同志，你睇我哋点做啊？我哋好快就可以破门入去你贼斗嗰度噶啦！志平同志，你睇到我哋中国嘅警力噶啦？郑队长啊，你哋咁样审啲犯，佢哋会认噶？唔认唔认，到最后咪会认。我哋呢个长期审讯嘅方式，无论系几强悍嘅贼，精神同意志都会有软弱嘅时候。只要系一软弱，我哋就會乘虛而入。我哋有一種逼供嘅方法，比你哋香港警察嚴刑逼供文明得多。鄭隊長啊，其實我哋香港警察咧有好多限制嘅。第一，因為我哋人手冇你哋咁多，又冇咁多時間。第二，我哋更加唔可以扣留個犯咁耐嘅。點啊，周聰？我反應咗罪咯喎！你睇下，萬事萬靈，仲講埋壁虎心病埋邊度添喎？而家部署，天光出發。志平同志，你而家休息下先，天光我嚟揾你。唔使啦，鄭隊長，我想參與下你哋嘅部署。志平同志，壁虎心佢哋今朝潛逃咗，行蹤未明，時間啱啱好。我可以入去睇下啦嘛？可以。有咩發現？報告隊長，呢度除咗犯兇同埋演藝之外，就冇其他嘢發現啦。壁虎心係一個好小心嘅人，佢絕對唔會咁容易留低線索俾我哋。佢都係人啫，一定會犯錯。報告隊長，我哋查到壁虎心裏邊其中一個人喺前日搭公車翻咗去海豐。海豐，小貴，係通知海豐派出所追查當日有咩嘢人由廣州去海豐。知道，隊長。隊長啊，點解係咁樣做咧？我哋有户口制度，每一個地方有派出所，而派出所係會留意當日有咩人出入個地方。你係咪有咩發現？我想問下兩位，你哋行動之前咧，會唔會通知派出所配合？梗係會啦。我哋企喺呢度就啱啱望到派出所，咁即係話？咁即係。咁佢咪真系反监视我哋？壁虎心可能知道国外单位留意紧佢哋，所以唔会喺大陆留好耐。唔好意思啊，两位，我谂我要翻香港。如果个东北佬嘅口供冇错嘅话，佢哋会翻香港加入批军火，然后再犯案。阿心哥，我哋而家喺度好耐嘅喎，我行咗好多个圈，咁重点啊？而家我哋翻啊，搞掂未？差唔多啦。呢一度咧有三個大門口，五個細門口。呢一邊嘅門口咧，平時街管車外出入嘅。打劫馬匪啊！喂，黐線嚟，周圍都係差佬啊！快啲傾，嚇！
森哥，拳，幾時翻嚟噶？我都係啱啱到，我喺廣州嗰邊過嚟，嗰邊四圍都係公安。而家翻咗嚟香港，唔使理啲公安啦。係啦，森哥，揾咗兩個同鄉兄弟，佢哋會遲啲到，你想幾時見佢哋？啊，森哥，點解呢支條筋骨有型嘅？頭先入嚟嗰陣，見唔見到門口張紙跌咗落地下？我試喺度嘅，如果有人嚟過，張紙咪跌落地下，咁咪知咯。森哥，我係復個電話。咩人 call 你啊？我諗佢兩個到咗。好啊，你等我。森哥，佢哋到咗，我接佢哋。早去早回。得。靓女，唔使喊啊！你想点啊？走开啊！你过嚟啊！救命啊！走开啊！救命啊！走开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你咁靓女怕乜啫？救命！救命！靓女大靓表，啱晒，啱晒！哎呀！哎呀呀呀！我叫咗你同我睇藏文噶啦，点解会俾人捉咗？点解啊？我哋出嚟报道，人生路不熟，乜都唔知噶。蛇头章系点来点去？点大嫂去咗边我都唔知啊！田哥啊，我有啲嘢未讲啊。乜嘢啊？头先蛇头话要50,000赎翻阿嫂。你讲咩啊？慢慢，田哥，冇啦，冇啦，坐低，慢慢。有事插掂佢，睇睇。几大刀点去啊？冇事噶，要钱噶啫，阿嫂冇事噶。系咯，田哥，点都好啦，我哋三兄弟度掂佢啦。冇事，带佢啦。你哋無端端拉我翻嚟做咩？我又冇辦法，我要投訴你，我要認真。喂，咩事啊？你早啲啊！你我冇辦法，喐手喐腳。張金伯，隻錶你攞去當啊？而家當嘢犯法嘅咩？當嘢唔係犯法，你知唔知呢啲係賊裝嚟㗎？你屈我啊！我 check 過你個花佬㗎啦，電話簿咁厚啊，打劫都幾單。如果呢單嘢衰咗，起碼坐20年啊！阿 Sir， 你哋捉唔到人嘅，就唔好問我頂罪啦。好，你要嘥我時間啊嘛。張金伯。呢次你衰咗，起碼坐20年嘅，你知唔知啊？阿 Sir 幫你求情啊，諗清楚啲啊！啊，總之你合作講曬出嚟，有咩事啫，我都一定會幫你嘅。好，我合作啦。我上個禮拜喺大陸偷渡咗一批人蛇落嚟，其中有個女仔著得幾靚嘅，隻錶就喺嗰度攞噶啦。森哥。你嗰兩個兄弟到咗啦？到咗啦，我安置好佢哋噶啦。你想幾時見佢哋？上次翻去探你個外人幾好啊嘛？佢幾好？做完單嘢之後，如果你想留喺香港嘅，我唔會反對喎。千祈唔好抌低佢一個人喺大陸啊！接埋佢落嚟，我幫佢做張假身份證啊！都係森哥。唔使。森哥，做咩啊？其实我女人佢偷渡嚟香港，而家俾蛇头捉住咗。我知啊。如果你唔讲真话嘅，我一早怼冧你。啱啱俾紧最后一次机会你，等你自己讲真话。你唔好忘记，呢度只有我知你 call 机密码。你去邊度揾邊個？我一定知道。大家做兄弟嘅，我唔想連累你哋。我要救翻個女人，我決定退出。
你唔使退出，我仲需要你两个兄弟帮手添。我可以俾钱你赎翻阿嫂，不过你要应承我，喺打劫之前绝对唔可以见佢。敏，唔好喊啦。嗯。喂，见我老婆未啊？冇钱冇难就俾钱啦。呢度5万，冇挡冇算。咁啊，差唔多啦。啊，唔该你啊，走先啦。冇事啦，敏。有我喺度。你听我讲，记住记住，留喺度，边度都唔好去。我做完嘢会即刻翻嚟接你。要等几耐啊？我估要一段时间。呢度啲钱够你暂时生活用住先，揸住。你唔可以陪到我一阵咩？我真系要做嘢啦！你唔好再抌低我一个。你留喺度，得我一个人知嘅就系呢个地方，唔会有人再嚟虾你噶啦。权啊，我真系好惊啊！唔使惊啦，有我喺度啊！但我真系应承咗心哥要做嘢，信我，我唔会有事，一定会翻嚟揾你。阿奇而家落紧嚟，收到。佳乐啦，你可唔可以行得自然啲啊？小心佢翻咬你啊！佳乐会查，事俾他接手。收到。公园，我而家跟住佢。目标失踪咗。目标喺春盛街公园门口出现翻。岂有此理！同我游花园。Parker 上咗桂芳街9号，就系我，跟佢上楼探下佢。收到。点啊？咩环境啊？头先啊 check 嗰袋垃圾，屋里边咧似乎有5、6条友仔咁多。咁即系话，壁虎心极有可能匿埋喺入边。嘉豪，
派人有少少事監視呢座大廈。收到。正和道街道四通八达，我哋要充分嘅準備，唔能夠再犯中正標行嘅錯誤。根據情報，壁虎新買一批美軍喺御戰時期留落嚟嘅軍火，以我哋嘅火力，實在相差太遠。如果係硬拼嘅話，我哋會好蝕底。根據我哋狗仔隊影翻嚟嘅相，壁虎心的確喺城和道入面。我建議將人手分為 A、B 兩組 ，A 隊堵截車輛，唔好俾佢接近目標大廈 ；B 隊負責大廈部署，行動前疏散住客，萬一發生槍戰，都可以減到最低損傷。我哋要幾時行動？新聞批軍火救火嚟喎，好嘢啊！我知道我啲火炮可以喐手噶啦，你又知？梗系啦，馬仔就到碰屎架，我哋一定喺馬仔碰屎架之前喐手，如果唔係要等到三個月啦。Inspector Locke speaking. Tonight, we will act. I will introduce you. This one is the Special Action Group Commander, Lin Chi-bin, Lin Bang-bin. This time's attack mission is under Special Mission Group Lin. The situation is controlled by the Space Force Support Team. Contact information and transportation.就是飛虎隊的行政組負責。李 Sir， 咁我哋負責啲咩 ？SDU 做完嘢之後，所有嘅善後工作，行政組會通知你哋嚟現場執手尾。喂，咁我哋，你哋喺度等得啦。雖然今晚嘅行動係由 SDU in charge， 其他手足係協助，但目標係一致，就係要緝拿匪徒歸案，為警隊增光。Any questions？ No sir。飛虎隊的正確名稱是特別任務連 SDU Special Duty Unit， 它的成立要追溯到在1971年3月13日一架菲律賓航空公司的飛機被騎劫到香港。事件雖然得到和平解決，但警隊意識到將來可能會有同類型事件發生，於是在1973年成立了一支神槍手隊，直到1974年的7月將這支隊伍改編成為反恐隊伍，稱為特別任務連。多謝你救翻我女人，唔使客氣。今晚好似有啲怪。今晚好似特別靜咁，靜得古怪。平時都有啲神魂客喺度行，即刻叫醒曬所有人。知道。搞定了，好，走，好，好。
包花添，前楼梯上把好添，后楼梯包抄。Charlie 添，天台部署。Delta 添，目标对面大厦天台部署。Echo 添，街头 stand by。飞虎队成立嘅初期都系沿用当时警队嘅武器，佢哋主要嘅任务系防范同对抗恐怖活动，打击走私贩毒贸易，拯救被挟持人质，围捕拥有强大火力嘅匪徒，同埋保护来港政要。咁喺1978年，英军嘅 SAS Special Air Service 嚟香港，用佢嘅蓝本嚟训练香港嘅 SDU。咁喺装备同策略方面有咗好大嘅改进。他們動手了，但系上头要我哋喺度等嘅，一切后果由我负责。老实，准备，拉低佢哋。咁衝動啊！今次唔可以再俾逼夫心走啦，大家唔啱規矩嘅。我唔理得咁多。如果你逼夫心嘅話，你會點？你咧？我諗佢一早諗咗一條逃走嘅路線。喂，但係咁大嘅山點揾啊？佢應該走一條我哋冇可能估到佢要走嘅路，即係最安全嘅路，亦都一條最危險嘅路。我哋兵分三路，上山揾。好。陆 Sir， 你哋唔可以入去噶噃，我冇要你难做啊，你可以 point 我，一切后果由我负责。先，跟住我。好添，咩咯？花俊，好。
事嘛？忍住忍住，冇事，我哋翻咗去，冇事啊！我知道你在这里，你走不掉的。碧富森，我捉得你第一次，我亦都可以捉你第二次。你冇子弹啊！一人一双手，我睇你点捉我。
你捉我唔到噶啦。你放心，你唔好走啊！我一定会捉到你啊！你放心，你放心。一时的中正镖行械劫案，警方经过五个多月不停追查，加上中国公安部的协助之下，终于将匪徒绳之于法。案件于今日在高等法院审结，三名被告分别判监九至十六年，而其中怀疑是案中主脑的疑犯就仍然在逃。事件发生于今年5月1日。